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栋梁说故事。每个人的青春时代中，总有那么一个人教你如何去爱，如何成长。今天要说的这部电影叫做《教师别恋》，讲述的就是一位学生在与女老师的交往之下逐渐成熟的故事。少年史迪正值青春期，与所有同龄人一样，对于性有着十足的好奇心。性对于少年少女而言，是既神秘又令人向往的东西，因而他们总是不停的幻想和猜测，却都是纸上谈兵。此时正值二战时期，外界在打仗，学校是相对安宁的场所，史迪度过了平凡的每一天。直到有天，班上出现了一位37岁的美丽女老师薇奥娜。起初史迪对于薇奥娜的存在没有过于在意，他只是继续带领着同学们实施着各种各样的小诡计，其中包括下课在洗手间比丁丁的大小，或是在上课的时候用各种小工具来恶作剧。薇奥娜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因而下课后将史迪单独留了下来。史迪原本以为自己要被惩罚一通，没想到薇奥娜只是让他去打扫教室。除此之外，薇奥娜还仔细查看了孩子们传来传去的纸条，上面写着啪啪过程中男性的运动次数是多少。看见下面的回答从几百到1000都有，薇奥娜笑了，顺便调侃孩子们对于男性的状况过于乐观了。史迪乖乖地打扫教室，当他站在高处擦黑板的时候，无意中瞥见了薇奥娜洁白干净的脖颈，散发着成熟女性的神秘气息，史迪沦陷了，于是匆匆离开了教室。正值青春期的史迪也有着非常崇拜和尊敬的人，那就是自己的哥哥。正巧哥哥这阵子从战场前线返家，兄弟俩拥有了一段单独相处的时间。相处中，史迪会向他打听关于女人的事儿，袒露青春期的心事。像这样的机会并不多，因为不久之后哥哥就要上野狼号潜水艇继续奔赴前线了。在学校的日子里，史迪开始不受控制地观察着薇奥娜，他那一颦一笑都在牵动着年轻躁动的心神，因此史迪开始寻找各种机会接近薇奥娜，只为能够短暂地与心上人近距离接触一番。他甚至会偷偷亲吻薇奥娜坐过的椅子，薇奥娜又怎能不知道史迪心里想些什么？但他毕竟是有夫之妇，又是一位老师，不能随便越矩。一次史迪逮到机会跟着薇奥娜去储藏室拿东西，在楼梯间情不自禁地吻了她。薇奥娜很快反应过来，但这一吻已经令她意乱情迷，因而也没有过分抗拒。当两人单独来到储藏室的时候，欲望彻底冲破了理智，于是相互拥吻了起来。从此两人之间的纠葛便一发不可收拾。史迪开始寻找各种机会去薇奥娜的家里进行着额外的补课，几次下来史迪甚至会撞见她的丈夫，但通常都能够以英语补课为由蒙混过关。薇奥娜的丈夫是个推销员，工作上忙得不可开交，因而与她的婚姻生活产生了问题。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史迪与薇奥娜的关系，甚至还将史迪当成了朋友，偶尔还会向他倾诉工作上的烦恼，或是一起听听古典音乐等。如此一来，史迪就更加大胆了起来，他开始和薇奥娜眉目传情，贪恋地闻着他送给自己的手帕。而薇奥娜在这样的关系之中也像回到了少女时代一般，又害羞又开心。直到有一天史迪拜访薇奥娜，竟和她丈夫一样捧了她最爱的百合花。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傻子，这位丈夫坦白了，他知道两人之间的关系，但他仍然鼓励史迪将这段关系持续下去。而这其中的原因其实是来源于自己多年以前对薇奥娜的背叛，他曾经出轨，因而对薇奥娜始终存在着愧疚，加上因为工作繁忙的关系与他总是聚少离多，所以他不会阻止这层关系，也已经无力阻止，因而请史迪不必介意。史迪却被这番话惹怒，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薇奥娜对自己的需求其实都是身体上的，并无其他的感情，因此他斥责这位丈夫软弱无能，并决定离开薇奥娜结束这段关系。恰逢此时有一位同龄少女向他告白，甚至愿意献身，她叫做 Lisa。 开始的时候史迪对于这种落差感到不舒服，但意识到 Lisa 的真心之后，终于接受了她的感情，回归到了正常的恋情之中。然而薇奥娜却因为再度被抛弃而勃然大怒，那是自己亲手调教出来的学生，如今竟然转向了别人，一时间内心出了嫉妒甚至是怨恨。也就在这段时间，史迪收到了哥哥在前线失联的消息，他告诉自己要坚强，要抱有希望，但薇奥娜始终纠缠着他不放，这令他多了一分烦恼。没有想到有一天薇奥娜跟踪史迪和 Lisa 来到电影院，趁虚而入，用肉体安慰史迪。正当两人亲密之时，却被 Lisa 抓了个正着。Lisa 与史迪分手了，而史迪也进入了最为愤怒的阶段，他迫不及待想要和薇奥娜断个干净，这也致使薇奥娜开始歇斯底里，终日借酒消愁，以死相逼。见这招对史迪没用，他甚至滥用职权在校长面前告了史迪一状。史迪一直强忍着，直到有天薇奥娜让史迪上台默写课文，自己则是在讲台之下解开了连衣裙的几个扣子。史迪一看顿时怒火中烧，一脚踹翻了讲台，在那儿之后他想要告发薇奥娜，却苦于没有证据，始终无计可施。与此同时，哥哥驾驶的野狼号潜艇终于被找到，他战死的结果也得到了确认，史迪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悲伤之中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世界充满了战争的动荡，
谁会去在意这样渺小却对自己意义非凡的生命呢？故事的最后，史迪在毕业典礼上对着维奥娜拉开了裤链，对她进行了羞辱。维奥娜也终于明白，他们之间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，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教师别恋描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过程，其中也不免俗地设计了一位富有性经验的女性角色。从史迪一开始对于男性的盲目自信来看，他是向往着性的，但此时性属于未知，因而他对于同龄人没有这样的感觉，这是懵懂阶段。然后他遇见了薇奥娜，钻了他婚姻不幸福的空档，顺利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在史迪与薇奥娜的亲密戏码中，总是伴随着带有颂扬性质的音乐，再加上暖色不光的设计，将这段内容营造出一种亚当与夏娃的感觉，充满了禁忌的恋爱却又不失美好。史迪沉浸在这种感觉之中，男孩开始成长了。而史迪真正的成长来源于薇奥娜丈夫对婚姻的反常态度，这位丈夫唯一的爱好就是听古典音乐，而他与史迪一起听的正是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。这个故事无需多说，他已经凸显了一种状况，薇奥娜经历了婚姻失败，此时的他对于史迪只有肉欲，而这一切都只是史迪自己想象出来的美好。终有一日两人会因为年龄面临更多的问题，因而他选择了丽莎，选择及时回归正常的世界，不论薇奥娜是否理解。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史迪和薇奥娜在影院缠绵的时候，之前的美妙氛围全然消失，只剩下对于欲望的发泄成分。薇奥娜就像一头狮子，曾经是温柔的，但这一刻她已经完全露出了獠牙，我就是要吞掉你这只小狼狗，更何况你是我带大的，你只能屈服于我。但史迪已经彻底长大了，因而不惜羞辱薇奥娜也要彻底摆脱她。影片在瑞典上映，而说起瑞典在性方面的保守程度，大概与我们这边的各个国家都处于完全相反的状态。瑞典在性教育上属于强迫性的全民教育，因而在那里大概七八岁的小朋友就已经知道啪啪是怎么一回事了，而同一年龄层的我们这边的小朋友可能还在追着同伴互相打屁股。从本片来看，你可以猜到北欧人对于性的态度，那是美好又幸福的一件事，因而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诉求。瑞典承认了人的天性，没有比这更加健康的思想了，因而他们创造了这部影片，营造了成长的美妙和承认天性的必要。本片虽然讲的是禁忌之恋，但冲着情色而来的观众大概要十分失望了。不论如何，情感都应该是相互的，而男孩的成长也绝对离不开对于爱人的情感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，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点赞评论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